千瓦。预示翻正宗嘅四千瓦。正宗嘅四千瓦。哎，小熊猫呢？小朋友要看你啦。羊哦，哎呦，我的妈了！也出来了，小熊猫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我的妈了！大熊猫，养鸡喽！转过来我看看。哎，转过来看看，哎呀，好漂亮哦！你的好朋友吗？打一会儿，怕一会儿，喜欢怕一会儿。
邊唔得，而家你要上邊。三点啊嘛，而家。
Thank you.
得不像加拿大那个国徽标志，这是枫叶，梧桐树是圆圆的，这是枫叶。这枫叶我跟你保证，保证。梧桐。读什么？读什么？你百度一下梧桐树。今天晚上的访问。可以啊，然后你是叫跑出去呗，或者是你在微信网上有。好，那我真的怎么办？放开。先看枫叶啊，这就是枫叶。报告喂，看到吗？小心嘞，宝贝，这底下有垫子哈。看到没有？我一打个枫叶都已经这样了。那你再说梧桐，知道我认识枫叶，看梧桐，你看梧桐，你说叫梧桐树，你说梧桐，知道就像，但是就你说梧桐先，梧桐是圆圆的，像你说梧桐，来了，快来了，等到了，等到好，等到了，你等到了好，等到，哎，他等到，就是肥肥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们还有那个绿色，是不是？你看到绿色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梧桐？不是，还不是，这还不是梧桐。我们就问工作人员，这里面有没有枫树？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不是梧桐叶。这是梧桐叶。还不知道。梧桐也会红的，我们大哥这好多好多是梧桐的。哦，真的好红。哎，这梧桐树，我们老家的好多树。流鼻涕，马上就要不我脱一件衣服。